春。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疆的大斯坦乐队。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著名的吉他演奏家艾克，手中拿的大家都手的是吉他。阿伦江老师，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老师，手中拿的是坦布尔，是五根弦。这个乐器叫日瓦普，很多朋友都一看就是可能是东布拉，不是，这不一样。艾泽麦提老师，著名的我们手鼓演奏家，乃碧匠也是我们的多塔尔演奏家和伴唱。手中拿的这艾泽麦提老师拿的是手鼓，大家都看过可能。乃碧匠老师拿的是多塔尔，两根弦，也是我们新疆的民间乐器，弹唱。你的名字？Michael Jackson， 我叫阿迪利。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演奏一首就我们新疆的沙尔木卡姆，可能大家都听过沙尔木卡姆。首先，就我们演奏沙尔木卡姆其中无夏克木卡姆的序曲和简奏曲。
谢谢，谢谢。刚才我们演奏的也是《Mukham》的小一段，可能大家有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十二《Mukham》是从头到尾演奏下去，花24小时。我们今天演奏的可能是千分之一。然后《Mukham》是用什么乐器来演奏？可能大家都看了，我们新疆的所有的乐器都在上面。其中包括我们所有的新疆维吾尔族的那个民间乐器，这个乐器叫是埃杰克，叫埃杰克，这个也是改革出来的。以前的埃杰克就是我们的大家都熟的，就是二胡也是从西方来的，这个呢是1954年以后改革到现在的四根弦，以前呢我们的埃杰克也是两根弦，还有一根弦，现在以后7、8根弦的，就是刀郎埃杰克和哈密埃杰克。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再演奏我们新疆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曲子，这个曲子由我们阿里木匠老师来介绍。塔什瓦伊呢是一个以前100多年前的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做的，他做了好多好多好多那个热瓦夫独奏曲，他是南疆的，他做了很多很多曲子以后呢，这全是热瓦夫独奏曲。他最后呢做了这个塔什瓦伊的时候呢，这个作曲家去世了，他没给起名字知道吗？然后呢他去世了以后呢，就人们叫他的名字叫塔什瓦伊，那个作曲家的名字就是人们就叫他那个这个曲子就是叫塔什瓦伊就算了，叫成为塔什瓦伊了。下面请欣赏，谢谢。Thank you.
是我们的也是倒是结束了，可是呢我一首特别好听的一首歌也想给他唱一首。这个歌大家肯定喜欢听，这个歌呢是在新疆流行好几百年了，不管是什么民族都喜欢。这个名字，这个音乐的那个歌曲的名字叫《Karabushka》，就是《Karabushka》是我们维吾尔族别的民族叫杰拉，杰拉就是唱吧，唱吧朋友的意思，随便唱吧，好不好？不要客气啊。上啊，拥抱日我不拥抱你，把你画在日我不上，拥抱日我不拥抱你。太阳出来亮堂堂啊，姑娘穿得真漂亮，姑娘穿得真漂亮，嘴里吃的是口香糖啊，心里想的是找对象，嘴里吃的是泡泡糖，心里想的是找对象。我亲爱的等一会儿，我亲爱的到哪儿去，我亲爱的咱们两个一块儿去。谢谢。啊，下面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新疆维吾尔族有一种
就是演出以后呢，就必须得搞一个麦西莱。麦西莱的意思就是大家一块欢乐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跳舞。我们现在有弹唱我们新疆的活泼的那个跳舞的歌曲，希望大家男女都老少小孩都可以随便跳。做了好几个小时了吧，现在可以活动活动了。死了死了啊，多谢。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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